大家好，从头到脚，从衣服到鞋子到包包到发型，时尚的元素其实无处不在。对于时髦的追求，明星演绎的最好。今天来看看哪些值得你借鉴，让你也能美翻帅翻。张韶涵低调的复出有一段时间了，当年的她也是红极一时，并且都说她还差一步就成为了小天后，唱的歌可以说是出一首红一首。在她努力的情况下，家里人竟然背叛了她，让她的事业跌入深谷，并且人生也在这有着一个大大在转折。当年张韶涵与范玮琪两人都在同一个公司，也可以说得上是一对很好的节目，并且在张韶涵出事的时候，闺蜜不但没有出来帮她趁着这个机会落井下石，同时之后范玮琪的事业也就开始飙升到没有必要之道。而当时的小白正是当初的好闺蜜范玮琪，看来两人是已经回不到最初了。张韶涵也参加在慈善晚会，与吴尊两人许久未见面，十年前的公主小妹两人也是配丽脸，再次露面也很惊讶。张韶涵如今更成熟了，并且还很坚强，穿着白纱裙又给人一种公主的感觉，一头时尚的卷发显得高贵也很大气，但她确实更美了。张韶涵身穿纱织连衣裙显得高贵也很大方，露出那迷人的小香肩，在这一头时尚的卷发衬托下，身材还是很娇小，但她却特别的坚持。